家装无难事，只要有京东。感谢热爱新生活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京东居家双十一预热活动已开启，快上京东居家加购，让你的家焕然一新。噔噔噔噔噔，听，这是进化的声音。感谢让笔记本超能轻薄不断进化的英特尔 Evo 赞助播出。日子总得过，百事皆可乐。感谢喝一口爽半年的百事可乐指定赞助播出。来，我们看一看观众分数。6000，6000，高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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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5100分。为什么不高点呢？组委会分数是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300分。我们看一下总分是5400分。看排名，排名第9，《沉船之恋》将止步于此。《沉船之恋》，谢谢，谢谢娜娜和朱毅，谢谢，谢谢娜娜。蛮好的，有一点点低，有点低是吧？我是觉得他输在那个演员的表达上的表现力，还可以演得再充分一点。你们要求太高了，都不知道最开始。天赐老师说了，他不是专业演员，他是非职业演员。啊，我们把他跟在舞台上已经摔打了10年的演员放在一块比，他有一个这么好的想法，能表现出来，气得快掉眼泪了。因为刚才就是马东老师说喜剧给我们除了带来欢乐之外，更重要的是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治愈。而且我非常深刻的有体会，娜娜和朱毅这两个人，他们坚持在这个2个月之内，因为他们自己知道我自己的水平是在哪里，他们是通过这个剧把自己给治愈的。喜剧最大的一个魅力就是当一个演员他能够脱胎换骨，更能了解自己，然后同时把自己治愈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力量是最强大。所以今天观众感受到的这个是他们两个在透射出来的很多他们的自我的一个表达，真的是这样，是这样的。嗯，因为三位老师其实在我们娱乐表演的金字塔的塔尖上，所以他们的要求是天然高的。但是一年一度喜剧大赛节目的初衷当然希望从这儿舞台上能长出金字塔塔尖的演员，但更重要的是关注到这些非职业演员通过这个舞台被别人看到逐渐往上涨。我们所有人都像英特尔 Evo 一样有一个进化的空间。蹦蹦蹦蹦，就是我要为这个节目打抱不平一下啊，我觉得他至少应该再上3到4名。因为好闺蜜这个作品我看完之后我笑了，我笑完了之后我以后再想这个作品的时候我还会笑，而且会为自己笑过感到觉得很好，有种温暖或者说幸福感。但是你看像之前包括像三狗直播间，我当时是笑了，笑完了之后会有一种羞耻的感觉，对，会觉得有一种羞耻的感觉，对，羞耻的感觉。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打人，拦住啊！飞呀飞呀！啊，喜剧的笑不行，搞喜剧的不能笑。很后悔当时笑了。你说出了马东老师的心声。谢谢舒焕老师，谢谢舒焕老师。下一个要出场的喜剧小队是黄澄澄、顾宇峰、东靖川，嗨起来，嗨起来！哦，加油！吉姆，走！耶耶耶耶耶耶！我们不用手牵手吧？为什么要手牵手？这么大岁数了。
我不想说这个事儿，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那个，咱们当中年龄最大的是谁？谁会主动站起来吗？站起来！我叫东西川，我今年不大，我79年的。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哎，我在了，他们可能有一种踏实的感觉。他是死了吗？我做演员有20年了吧？我做演员十几年吧。你有什么可豪横的？真拿自个儿当爷了？我告诉你，你别以为你猜透我了，我才不会跟你合离呢。那我戏龄应该最短，到现在应该11、12年吧？我说错了吗？错了。他年纪不大吗？我们做了这么久的演员，也做过话剧演员，也做过影视演员，也做过小品演员。但是 ，sketch 这个东西不一样。来了之后发现，哦，原来还有这么好玩的创作方式。嗯，这跟我接触到的以前的喜剧是不一样的。你演一个，演一个，让他看一个。演戏特简单的。万岁！当我们试了3、4个作品都不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事儿太难了。救命啊！我们也不想上去丢人，对吧？毕竟这么大岁数了，就拼了呗。我们这次呢，拿出了我们的看家本领，我们做了一个 sketch， 玩的就是动作。我们俩都是受伤了，他手腕已经错位了。我们这次出舞台表演的作品是，摸出一把老骨头的作品，走起。下一个作品是站台。我赴京学习，和父亲多年不曾相见。那年回家省亲，发觉父亲苍老了许多。回京之时，父亲坚持要送我，我们便一同去了车站。拿橘子走了。父亲，我要走了，拥抱一下吧。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去买橘子。父亲，我一抱你你就买橘子，一抱你你就买橘子。我们在这里只待了10分钟。摆个摊儿吧。车进站了，车进站了，站台上不许摆摊啊。父亲，车进站了。哎呀，抱抱。站台上这么多人，抱什么抱？怕什么？咱俩是父子，临别的时候拥抱一下也是应该的，对吧？对，对什么对？父亲，你是在撒娇吗？对不起，我梦浪了。稳重些。嗯。父亲，您是不是不好意思呀？哼，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哼，那我来咯。父亲，哎呀，您躲什么呀？我没躲呀。拥抱要面对面，转过来。嗯，拧巴了。张开双臂。父亲。记忆里，这是我们第一次拥抱。你，这不碍事吧？
不碍事了，我咬到舌头了。啊，父亲，您若实在不想抱的话，啊，那握个手吧。嗯。妥了，保重。哼，您上当了啊！我错了，啊！你错哪儿了？对不起，我造次了。哦，你看看你啊，火车都要发车了，东西还没收拾好，这到了北平啊，怎么照顾好自己啊？嗯。父亲，您力气好大哟！哼，那是你的力气太小了。嗯，这让我回忆起小时候，我生病了，您背我去看大夫，记忆里边，那是最像拥抱的一次。疼！父亲，在台上的人都看着呢。哇！啊！别过来！上车了，没事儿。我是您亲生的吗？混账！嗯，手怎么了？没事，不救了。你别管我，我看看。你又上当了。快点了，抓紧上车了，站台上不许乞讨啊。从小到大咱俩从来没有拥抱过。我跟你爷爷这辈子也没抱过。好，那我走。再相见，就不知何时了。保重。等等，那就抱一下。别打我，我尽量。父亲，儿子，爹，啊！你。都看着我们呢。父亲不会。父亲，你会的好多。站台上的人都开始鼓掌了。发车了，发车了啊！都抓紧了。好，好，好！我还是走吧。哎，放我下来。对不起，我忘却了。
那个，到了那边记得来信。您多保重身体。抱抱就抱抱呗，抱抱就抱抱。爷爷，别让他看见。欢迎，感谢感谢，辛苦了。依次从低到高介绍自己呗。大家好，我们的小组合叫噼里啪啦啊，这果然噼里啪啦。再来一遍，来，我们的小组合叫噼里啪啦。我是演员黄澄澄，我是演员东俊宽，我是演员顾宇峰。这个作品的点子是怎么来的？作品是因为那天他俩都在拍戏，然后节目组最后定节目的时候，我们之前有七个本子，七个作品，我们都不满意。然后最后六叔老师来了，我们聊了一下午，晚上他就出了一版剧本。他是从演员自身的这个情感出发，就是说从你的情感出发，所以你的情感就是想要一个，就是我父亲就是这样对我。我读大学的时候，他晚上把我送上去北京的卧铺，然后走的时候他说握个手吧。哎，就是不会，我觉得就不会有那种表达，所以就一直其实很遗憾。生活中好像羞于这样去表达。东老师，您在这个作品当中的那个情感表达主要是那会儿就看这俩人没啥情感表达，情感表达全憋心里了。啊，您刚才是不是上错了一个地方？这么明显吗？太明显。上车了。嗯，没事。我听错了，就是第二番上来就，我也不知道自己干啥了，本来是接那句的。说你这不能乞讨，我一看没有这造型，我说没事儿。这个现挂很好，因为就那一个瞬间，我对编剧老师的功力产生了怀疑，你知道吗？就是，刘寿老师，我要采访一下您哈，就是当您听到了"没事儿了"这三个字的时候，您当时心理状态是什么样？楼上的键盘已经被我摔碎了。一共就三句词儿，哥。一共就三句词儿啊，冒句场。六寿老师这次出了几个作品？一会儿还有我一个。您自己为什么不也跟着一块儿里头演一个？那你肯定是演技不行呗。您演我这也没问题。上！
他演这个就演对了，对不行，不如你比我像。对，这个我们这哥特别有意思，因为他一直在浙江回不来，然后我们写完本子以后跟他对，然后对了以后他也没说话，然后第二天就很兴奋在群里边跟我们说我呀就是跟我们一个行家聊了一宿，改了一版，然后你看看行不行。然后我一拿到那个剧本啊，就是他把自己改成了孩子的亲生父亲。我真的是哎，就老大一篇了，我发到群里没人理我，没把你踢了就不错了。对，我说这改得有点血缘关系，要不上去干啥去。我越来越觉得你们这个组合里边缺不了你，真的是缺不了，真缺不了啊。就怎么也得有一人搅和呀，是不是？对，他哪怕三句词儿，但我觉得他在踏实。对，但是我觉得你们这个作品里面这个列车员的角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人在当中穿插，他整个这个不喘气，他是一个喘气的那个，这个形式就不好玩了。那徐峥老师，我多出来那一下是不是对了？那个第二个特实在啊。从喜剧的逻辑来讲，你出来多少下都是可以的，你只要把最重要的那个让出来就好了。对对对，其实我是掉眼泪了，后来真的，因为在哪儿，就是他有很多共情的地方，因为我父亲就是这样的，啊，我父亲从来不会有什么任何的情感表达，会跟你说我想你，或者说他会，我们早年间在外地演出的时候，下火车的时候，你出了站口，他就在那站着，头发白的，接过箱子也没话，就往那个自行车后座上一放，推着就在前面走，是。我们上一代人都有这个特性，我很小没有父亲，但我母亲啊就跟这个父亲差不多很像，从来不跟你说那些体恤的话，但是你要走的时候，然后我就跟他打个招呼，我说妈我走了啊，就出去了，结果我走到马路上，我突然听着一个特别熟悉的声音就喊我小名，是小伟，小伟。回头一看，我落在我姐家的一个东西并不是我要拿走的，是我给我姐的，她以为我忘带的行李，她就滴溜出来就追我，结果方向还追反了，追到那面是冲着马路那面喊，我转过头来一看在那喊呢，我就受不了了。就是那代人都有这个特性，他不太会表达那个爱，就挺感触的。我有时觉得，我就觉得我爸其实就这样。这个我觉得中国的男孩子们多多少少都有体验吧。这个，来，我们看一下全场的分数。6400分，蛮高。好，我们看一下组委会分数。300分，我们看一下总分。6700分。排名第六。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好，京东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下一个作品是这个杀手不大冷。大家好，我们是逐梦亚军组合。这位是亚军张弛，星光大道年度总亚军。这位是逐梦演艺圈的男二号蒋龙。
我是赵虎虎，山东壮汉。不是男二号，不是男二号，他给你往上捧一捧嘛，腰部演员，卡在中间，不上不下。我都没觉得自己到腰部，我现在脚腕子演员，我。现在我们成都以后开始做戏剧吧，反正我就想留下一个作品在演员的生涯里面。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好，京东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下一个作品是这个杀手不大冷。Forever love, forever love, forever love, forever love. Oh.我真的是每天在那卖叉的，我真不是故意干扰你们交易的，你放过我吧，我还不想死，我别跟我说我也是替人办事儿。但作为一个杀手，我对你不错吧？嗯，你说死前想唱首歌，我满足你了吧？嗯，你唱了首什么？情歌王，十五分钟，唱了十五分钟，大哥对不起，足足让我等了十五分钟，大哥我错了，一个转音我都没等到，这转音，唱 R&B 不需要转音吗？就为这事儿，这事儿小吗？不小，最后一句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快味儿了。大哥，我转不出来。Forever love， 放在鼻腔难吗？大哥，我是唱民谣的，不会转音。站起来，站起来，我站起来。我教你。啊？别！看我的手。Forever love。怎么样？通了，大哥懂音乐，热爱。大哥，小弟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我觉得以你这个专业水准，你应该去当歌手，你当什么杀手啊你？哎，怎么了？十年前啊，你卖唱的地下通道啊，哦，是我在那唱。哎呦，但唱歌不挣钱吗？啊，这不就当杀手？没听说过，聊天呢。感性了，大哥，冷静冷静。捧哏呢？大哥，我还有一首歌，想让你给我调一下。拖延时间呢？我还没听过你唱呢。没机会了。那大哥，咱俩合唱一首也行。下辈子再唱吧。来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嘞滴嘞多嘞多嘞嘞啰嘞啰啰嘞啰嘞啰啰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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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喽！
大哥，咱俩整一组合吧。嗯，不是，大哥，你看咱俩刚才那声线，那小台风，咱俩太有默契了。那个，因为我刚才就那就嗯，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因为我就哎，喂，你要这么说我就不乐意了啊。每个人都有追求音乐的权利。这这这意外，来这这这这天籁。大哥，你还记得你的初心吗？我们应该回到那个地下通道，拿起我们心爱的小吉他。中国乐坛需要我们这样的歌手啊！但我是来杀你的。我俩太不公平，爱和恨全由你操纵。可今天，我已离不开你。你让我想起来嘛呢？哎，我俩大哥，利用我的感性延长生命啊！没有，真没有，骗我！我绝对没有，大哥，我最讨厌别人骗我了，你放我一马！你把吉他给我放下，把它，把它放下！我曾多少次梦见你啊姑娘，梦见你那美丽的笑脸，太阳为你燃烧，月亮为你升起，星星它为你眨眼。这个天星星他为你啊眨眼，那么眨眼眨眼。大哥，要不咱俩就别这样了，眨眼的轮埋梦呀，那么看滚埋呀，眨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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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眨那一个瞬间，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做乐队的夏天，你知道吗？来吧，来，让我们有请两位演员。你们俩人嗨吗？刚才那个状态是嗨的吗？哎，还行，嗨。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逐梦的蒋楼，我是亚军的张弛，我们是逐梦亚军组合。这是预定冠军组合。张弛，你跟周奇墨有什么亲戚没有？长得像是吧？怎么那么像呢？说我像的人特别多，就我像谁像谁。他第一次来最早，他说就是他觉得自己像于和伟老师。哎，是有点像，是有点像。哎，我听说你能模仿于和伟老师啊？对，其实不能说模仿，不能说，只是就觉得好。嗯。我打了一辈子仗，还不能享受享受吗？我打了一辈子仗，就不能享受享受吗？不干你们的事。接着奏乐，接着舞。他还有段更像的是大宅门的那段，这真不是。我已经信念感崩塌了，我的信念感已经。哎，你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个里面核心定位为音乐吗？不是。最开始的初衷是为了展示张弛的戏曲，因为他是学唱戏的，很好。啊、结果最后把戏曲咔掉了。这都是经历了什么？不是，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俩要选择编剧嘛，然后就觉得大家都演戏，哎，想给编剧老师看看我们身上的才艺，就是说能不能编个段子，把才艺都放里面。因为蒋龙弹琴唱歌非常好，我还会就是唱一点京剧嘛，说能不能找个杀手，就逼着这人一直唱，然后最后要唱到京剧，但是呢那样的话就是不好看了。后来也是见着六兽老师了，他就给了一个前提，就是这个人想活命，尽量拖延时间，然后就是慢慢的形成了。哇，六兽老师太厉害了！六兽老师，谢谢。天哪！来，六兽老师，来，那么高产的一个编剧，请问六兽老师，您写过电影剧本吗？没有。您愿意写吗？可以。在这里正式邀请六兽老师进入我们编剧团队。哎，徐峥老师，我老板在那儿呢。你先把他打一顿。这个事情需要通过老板吗？好。老贾，您把您的帽子给六兽老师戴一下。你们俩真的得合作，你们也许是失散多年的兄弟。其实我是你的双胞胎哥哥。徐老师请坐。哎呀，六兽老师，六兽确实是有俩手啊，关键是量大呀，他不光纸量写的也太多了吧。他给他们定位那个点很准，一下子就整个就成立了，有意思了。这是最动机什么特别明确，就是贯穿到底，还有方全都做到，特别好。对，而且他核心的那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喜剧的，非常有趣的。他明明是一个杀手，但是他那么热爱音乐，对，一听到音乐他都在那个我们经常说的那个所谓的悲剧的核，或者是那个危机的核下面产生的喜爱。对，他们不管是从喜剧层面的那个表演，还是说他们展示他们的声乐和肢体，所有的一切，我觉得他的精度、准度、强度，都分寸各方面都特别特别好，就是一个表演，这是真正的一个表演。控制一下嘴型，那谁张弛、啊、看得我很嫉妒。不是嫉妒来自于什么？不会唱歌还是什么？就是没碰上这样的好作品，让我也展示一下。你瞧瞧。哦，于和伟老师好可爱呀、啊。
之前有好多组表演，马老师说很多都是形式大于内容。嗯，你看完他们，其实就知道我觉得形式就是内容，内容就是形式。嗯，如果两边都走到极致的话，不是你要发表观点没关系，你不用拿我当铺垫，你知道吗？就是都走到极致，就是特别合适。你们俩合作很长时间吗？两个多月，两个不到三个多月，就是也是从咱们这个米味这个 workshop 认识的。真是运气好，其实能找到好的合作伙伴不容易。当然当然。这个怎么排的呀？排多久啊？太厉害了。排了两个月吧，差不多。哦，为了气氛，排了两个月，这个太好了。那就是第一次正儿八经演喜剧。亮光。基本上把精力都放在喜剧这事儿。不行，我来不动了，来不动了。最强的。我就觉得这个是，反正在我人生中砸到我头上的一个挺好的这么一个事儿，我就尽我的所能，好好给他做成。千惠下点天蝎的饺子。腰部演员嘛，不能掌控自己的选择，吃了上顿没下顿，你不知道下面到底能演个什么样的戏，或者演能不能演上戏。其实我最大的愿望啊，就是能够保证生计的情况下。演戏演得开心，演一演自己想演的戏，想演的角色。但是在这个台上可以，想演啥演啥。满分100分，今天多少分吧？80。哎，80。哎呦，我的天哪！咱们就不用避讳，我觉得你们俩晋级应该问题不大。那所以说就是在你笑什么？你稍微收敛一下。你说完了以后。真的是不会掩饰的。好，来我们看一下分数。3、2、1。最高了吧？应该是。又有四个铁石心肠的人，太棒了，比咱们这两个强。哪儿啊？人家导师还没打分呢。7600分，哎，组委会投票。是不是不要让他们那么骄傲哈？对不起啊，组委会分数。为什么？太坏了！那也很高了，那也很高了。给他唱歌，把枪拿出来，弄他！太不公平！那个我说一下为什么我不给这一票啊，就是虽然我们五个真的就是审美特别高，我看怎么能说圆这个事儿。基本上前12都是我们给到那个超级校花，但是咱们也应该含蓄一点，理解吗？为什么要含蓄？其实他这个分数给不给小花其实是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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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代表一种态度嘛。嗯，我态度不好。我下回改。来我们看一下总分。8000分。看一下排名。排名第二，竹梦亚军永远排在第二的啊！蒋龙、张弛，谢谢，下一赛段再见。
我纯从写作准确上来说，他就是能每个点都是对的，就每个点都是准的。突然看到如此准确的一对，我就太开心了。他们作为演员来说，身上充满了这个能量和那种可塑性，他们在舞台上的那种控制力和分寸，我觉得都是掌握得非常非常好的。牛，他们这个是真的是表演新喜剧，对，然后做到了完美，对，把节目的这个水准拉到这儿了。这个舞台上特别容易出现黑马。现在心情怎么样？完美。没想到得个亚军，我真是不用麦，没有麦上。今天我就上台前，我俩就说，就是随便演，互相撑着，没问题，加油，亚军是我们的，竭尽所能，全力冲压。来，家装无难事，只要有京东。下面是本场京东居家结果公布时刻，排名第一是三毛保卫战，第二位这个杀手不大冷，第三名戏精导航。大家加油，看看最终谁能进入前十二，我们后面的比赛拭目以待。家装无难事，只要有京东。感谢热爱新生活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京东双十一每晚八点提前开抢，蔡司影像品悦时光。本节目由 vivo 蔡司联合研发 X70 系列赞助播出。奥特能特给力，让你笑得更大力。本节目由通用奥特能电动车平台行业赞助播出。有机营养管够，快乐一滴不漏。感谢连续七年有机奶粉销量遥遥领先的雅培精致行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让笔记本超能轻薄不断进化的 Inter Evo 特别赞助播出。下一场就是初舞台排位赛的最后一场，剩下的晋级位置都会属于谁呢？哎呀 ！Your friend 呢？No， too old。抓着我，你抓着我。你这是赛脸，接了。维纳斯终于有了断臂，完美。让我们来看一看，最终谁能进入前十二？啊！直接淘汰了。没有进入到前十二，你们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在参加这个比赛的人，不管输了、晋级了、淘汰了，我们依旧骄傲，我们会昂着头继续把这件事情做下去，因为我们真的开心。打开爱奇艺 APP 搜索一年一度喜剧大赛，每周五晚八点，爱奇艺及奇异果 TV 全网独播。上爱奇艺搜索一年一度喜剧大赛，观看更多精彩幕后花絮。打开爱奇艺 APP 搜索一年一度喜剧大赛，更多精彩等你解锁。来随客 APP 参与喜剧人派对短视频创作活动，奖金好礼等你拿，超多超快超好看，就在爱奇艺 VIP 会员。关注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爱奇艺官方号，更多精彩内容等你发现。电视看喜剧大赛就用奇异果 TV， 大屏让你乐不停。上爱奇艺知识 APP， 跟阿九老师学喜剧创作。上微博参与一年一度喜剧大赛话题讨论，分享观点。上微博参与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盲盒互动 ，get 惊喜周边。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上知乎搜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参与热议话题讨论，看高赞答主视频。欢迎大家收看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尔康，在你心里，是健儿比较重要，还是我？一起来微博参与一年一度花活大赛，和我来一场模仿的 battle 吧！一起来微博参与一年一度花活大赛话题讨论，和我们来一场合唱 battle 吧！喜剧没笑够，关注官方公众号东青门，解锁最全方位片，带你第一视角哈哈哈哈哈哈哈。关注腾讯一点公众号，看靠谱实用有趣的医学健康科普。关注公众号往事叉烧，看深度的文娱故事。我是艾小杨，关于新女性的多角度报告，归友与全世界好姑娘一起成长。娱乐新闻我有看法，影视观察我是专家。 get 节目同款表情包，争做快乐喜剧人。喜剧治愈心灵，西朵关爱您的头发，西朵直发。看蹦迪班长，为文艺复兴一蹦到底。看新闻用 Zucker， 关注最新节目资讯。感谢独家媒体社交平台微博，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特别鸣谢微博饭知识微博幽默，感谢特别合作媒体知乎，感谢独家合作男性时尚媒体巴莎男士，感谢健康首席合作平台丁香医生，感谢特约合作媒体爱奇艺综艺、爱奇艺随客、爱奇艺 VIP、 奇异果 TV、 爱奇艺知识，感谢微博剧综评论人萝莉追剧了、人间清醒、陶叨叨、综艺少女的日常、 Zucker、 百度输入法、吐槽电影院、影视产业观察、会火、能酸罐头、孟子他妈、李友一、熊宝辣妈、时尚先生、大街小弟、儿童心理课堂、 CC 主义、不聚焦的镜头、发油网、观众网、绿火娱乐、欧美
美街拍，咸鸭蛋生活观影团 ，So YY 语音，职场充电宝，直问，养发养生养颜 ，UU 跑腿，中华万年历，蜗牛睡眠，橘子娱乐，小红唇。